体产业为中心，叭叭叭叭叭，几乎呢，几乎就原文照抄。最扯的是错字。还一模一样。2008年的硕士论文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威炮轰，跟2007年竹科的委办标案简直有90%像。比对两个资料，发现林智坚的硕士论文以 TCSI 模式评估国内某科学园区之周边居民满意度，不仅题目与竹科委办报告极为相似，内容也几乎完全雷同，就连研究方法、文献及图表几乎一模一样，引爆论文抄袭争议。中华大学要重新启动调查，林智坚的论文是否有抄袭、违背学术伦理，是否有学术诈欺的问题？如果这样子做，就是他去把做出来他有贡献的心力的成果去当他的文章来发表，对我而言，他这篇论文，第一个题目正确。第二个可行。求证林智坚硕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，对于林智坚是否有参与竹科研究案没有多做回应，仅强调老师指导研究生论文是正常的事情。对此，中华大学也出面回应，依据本校博硕士学位论文抄袭处理要点，博硕士论文涉嫌抄袭经他人检举或其他单位移查者，本校教务处将成立审议委员会处理涉嫌著作抄袭检举案。很离谱，既违反学术伦理，而且也有违法之嫌，所以林智坚，你要不要退出这一场桃园市的选举？国民党议员指证莉莉，林智坚私下回应，这已经是旧闻，自己绝对经得起考验，只是才被民进党征召参选桃园市长，想不到却爆出硕士论文抄袭争议，再度为林智坚选情投下变数。华视新闻林婉瑜、陈建达台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